Je ne veux pas travailler, je ne veux pas déjeune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在巴黎的第一天，我们是昨天到的，今天是周日，现在是下午的2点钟，我们已经训练完了，我们是今天中午12点到1点的场地刚刚练完，我们因为现在第一天刚到嘛，还有时差，下午一大把时间，如果待在房间里的话就很容易睡着，一睡着的话晚上可能就睡不着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去市中心溜达一下，因为这一次的巴黎比赛是住在奥运场馆的附近，所以离市中心还是有点远的，如果说比赛开始了再去市中心可能就是会比较折腾，就可能不一定会有时间去了，所以在比赛开始前我们去溜达溜达，每一年都会去铁塔附近逛一逛拍拍照什么的，今天就先提前去了，蹭饭蹭饭蹭饭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个铁塔的点，因为我们每一年来铁塔，虽然说都是同一个铁塔，但我们每一年都在不同的角度去跟铁塔拍照。今年在网上特意找到了一个这个小众拍照点，因为这里人不会很多，所以我们来这边的话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角度跟铁塔拍照，然后呢人也不会特别的多。这里先拍几张。亚琼像不像你这个30岁生日的拿了那个东西，你看人家在铁塔底下。现在是在巴黎铁塔正对面的广场的中心，真的这个景象太美了，我真的觉得为什么这巴黎的铁塔有那种魔力，就是你感觉来到这边你就会觉得哇，这边真的是好美好浪漫。今天的天气一开始其实没有那么好的，然后呢现在太阳开出来了，我们就在这个巴黎铁塔底下，希望我们俩在7月份再来这里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。一冲，逛到一家松饼店，好多人在排队，我一般看到这种好多人排队的就受不了，必须得尝试一下为什么当地人喜欢吃这个。我买了一个这个巧克力的，是叫松饼吗？华夫饼，对，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？刚出炉很烫，看这个酱，很脆哦。哇，还可以，它里面很有嚼劲啊。我觉得一般，就是有人排队的店，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。不好吃，人家也不会去回头排队。一杯咖啡。你 cappuccino。cappuccino， 我是 flat white。哦，浪漫的巴黎，下午约会，跟王畅。